边门吧，答应我过吗？没有吃饭了，希望往后，毕竟不是我们的领班。所以他都会选择一个阵营，但是李白刚好选择了一个最后输了的阵营。所以那么当新上任的皇帝是不是一定会惩罚那些就是曾经跟他作对的人？那李白就不一样，所以新的皇帝把李白也发配到月老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系父子，关系父子同样一样的还是通过一样通过先行词和这个状语里面的这个位置来判断啊。首先第一个I can't remember the day when he died。 然后第一部分呢，我们先这个讲一下 Scratch 中的这个侦测部分啊。侦测部分其实就我们之前做的这个程序中也已经有用到了，就是在这个题目里就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侦测是可以干什么，就是在 Scratch 中我们可以实现就是两个角色之间的这个距离侦测，然后还有碰撞侦测，包括这个键盘和鼠标的侦测。胡林这个人在1959年的时候，他就想到了，然后就是想到了机器与智能这个话题。然后他当时在想一个问题，他如何判断一个机器已经有了人工智能，如已经有了智能这个已经有了智能这个能力呢？谢谢。